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9期的节目。今天是10月31号，台湾是处于一个暴风圈状态，有台风来。那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套，这是一位大陆的变形金刚迷友，他的名字叫 AIM 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念啊。然后他前一阵子的话呢，赠送了我很多的老玩具，那其中的话呢，就包括现在眼前这个变形金刚30周年的震荡波实验室，它是领袖之证第三季动画片时候推出的。那2014年呢、啊，距今哇塞也是10年前啊，30周年的东西。今年我们再过40周年了。那么这款震荡波实验室的玩具呢，先前呢我并没有入，那也透过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而在正式做这款玩具开箱之前的话呢，我顺便把它赠送给我的其他几个玩具呢，给大家先做个简单的小分享吧。有空的话，我会尽量给大家拍啊。其中这个。这个应该是恐龙王，然后有一个银河之力的这个钥匙，这个玩具呢，我做一点功课之后的话，应该会把它给拍了啊，毕竟是变形金刚之类的一个玩具。那另外的话呢，有这个是应该是山口吧的这个雷狼龙，而且是一个异色版本。那这个魔物其实我这个时候我已经脱坑了，所以我没有去玩到这个家伙。那另外有一款呢，则是这个萤火龙 Leo Leos， 就是熊火龙的一个。算是异色版，那这个玩具的话呢，我就非常有感觉了啊。先前很久之前给大家做过熊火龙的一个原色版，那这位朋友在赠送给我的时候呢，还有特意提到说睹物思情啊，这个我以前一个老的栏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久的观众朋友了啊，非常的感谢你。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巨狰狞，它是全身上下是一个透明的部件为主啊。我先前有给大家做过原色版本。啊，已经是10多年前的一个时候了。那它的细节呈现的话呢，其实还是很漂亮的啊。然后这个橘色的话呢，应该是代表说它是一个还在培养中的状态吧。那它这个兽形状态下呢，可以动的地方呢有后肢啊，这个地方内外动。那手的话呢，手肘的地方可以动，脚掌前后稍微动一下啊，翅膀也能够动一些些。头的话呢，基本上是属于卡死了，不能动了啊。快速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后面这个尾巴的部分把它给取下来，然后呢，我们将后面的这个部分给往后面掰出来。这里的变形的话呢，跟很多的巨狰狞的变形都是一样的 ，Voyage Class 也好，或者是这个 U 级的也好，啊，都是相同的一个变形模式啊。这个透明部件、啊、看上去很漂亮，但是掰起来感觉也是有点恐怖啊。然后呢，手臂自然下垂，将这个爪子呢推过去之后呢，旋转一下小臂的位置。旋转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头的话呢，这里的话呢，这个头啊是要掰开的、啊，两侧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拨开来，拨开来之后，我们把它给往后面放下去，往后面放下去，放下去之后的话呢，你就照你喜欢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调整，因为它这个龙头其实就是等于是没有处理的状态啊，然后翅膀往上推上来，那最后就怎么样，把这个头给转过来，哎，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异色版透明版的巨狰狞，这个翅膀，这个反正这个龙头的话就是 OK， 这一侧比较紧哦，因为它这个是透明部件，我觉得拽起来有点恐怖啊，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把玩。好，那认真来说吧，我会蛮希望说你怎么不干脆连翅膀都做透明的啊，这个翅膀是透明色，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小逊了、哦、然后这是他们一个派系的标志。武器的话就是它的原本的尾巴，它上面的话呢有一颗子弹。那领袖之证到了这个Beast Hunters 第三季的时候，它的子弹已经是用推的了，从这个地方啊往前面推出去啊，就会这打到自己啊，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反正你知道它的一个子弹的发射啊已经是用推的了啊，卡进去这样子可以握在手上。虽然说在动画片里头它好像不需要没有拿武器吧，这个家伙应该是对不对，应该是非常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啊，只不过它的一个体型来讲的话呢啊，这一款就是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幼龙状态啊，所以它是以龙形为主啊，是一个比较小的比例，所以这个机器人变起来之后呢偏小，这个就不符合设定了。接下来我们看到震荡波的部分，震波 Voyage Class 的玩具，它是领袖之证第三季的产品才对，但是其实呢，这个我应该当年的节目有给大家说到，这款是美版，这个只是这一次的组合包。
两个的紫色呢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我来看的话，其实这一款的紫色比较鲜艳，我也觉得它比较好看一些。但是呢，美版的话它多了这个爪子还有这个胸甲的一个软胶的配件。这个软胶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上面都有一些冒出一些白白的粉末，而且其实它是已经有些地方都是已经有稍微小裂开。那领袖之证的话呢，其实如果是当年的老朋友，你们应该会知道，领袖之证到第三季之后呢，所有的模具呢几乎都有重新拿出来再做一次，只是说把它变得比较一个 OK 魔物猎人化，就是身上的造型呢会加一些尖锐的部分，或者是让它更有这种原始狩猎的感觉，可能要配合名字 Beast Hunters。 那么这个震波的话呢，它就是基础形态是像这个样子，它应该是在这个第二季的时候呢 Robots in the Sky 的时候呢，应该就已经把这个玩具已经是做出来了，但是它拖到了第三季呢才推出它的玩具，所以说呢就加了一些配件啊，让它能够符合第三季的玩具的一个风格。我推测是这个样子了啊，那各位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其实这两者模具其实还是都是一样的，哪一个好看的话就全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配件的话呢先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你也就能够明白了。这个配件取下来，你看它像这个地方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已经裂开了，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我不保养它还是怎么样，是它就是年代久了啊，它就是你看这个都已经碎，已经算有点小碎开了。我其实都已经抱持着说这一集录完它可能就直接就坏掉毁掉了啊。那胸口的这个透明部件的这个透明件的颜色也是稍稍有点不同，然后这个炮里头啊，这个组合包的话是一个黄色，而原本的颜色反而是红色。那这个玩法就是说上面这个地方按下去 OK、哦、它有一个发射炮的一个感觉哦。那以我的感觉的话是这一款 OK， 你会发现它的转动的一个这个圈数会比较多，而且是它比较有趣的地方。那这款坦克的话上面的软胶部件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平常你在收纳进盒子或怎么样，其实还是尽量小心一点。那它本身底盘是有附带轮子的，像这个地方，而且是前轮很大，后面的话呢也有。然后呢，稍微大概简单提，它的两侧的履带其实是不一样。这一侧的履带它是整一圈转到里面啊，到这个地方去卡住，但是另外一侧的履带呢比较短啊，只有这么一些些啊。这个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什么事去省成这个样子啊。那坦克的形态是真的好看啊，非常的霸气。这两片部件的话呢，它是可以再做一些调整，看你是想要把它调整成什么样的形态啊，因为它这里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领袖之证震荡波实验室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松开。这里的话哦，平常变的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各位把它扣到最里面，因为它这个胸甲的这个凸起其实是有一点点薄的，我觉得太常变形会把它给磨损掉。这地方解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给解开，然后呢两侧这个胸甲从这边推上来，然后这片部件就可以往上叠。头的话呢先不要，先把这个后面这里有一个凸个脑把它给解开。手臂的话呢就自然的把它给放下来啊，到这边。然后呢后面的这个背包直接折下来之后两侧收进来。那头部的话呢先把它给转正。那扣进来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扣进来好了，没别的了。那脚很简单，脚就是把它摆正就可以了。它平常是一个外八的一个形态。那各位也可以听到它的齿轮关节还是蛮多的啊。那这个手臂下垂，我们的这一款震荡波实验室的这个 Shockway 呢变形就算完成。这个手炮的这个东西好像看你个人的喜好吧，你想装哪里就装哪里。哎，它的人形状态呢依然非常的好看，配色的话也很舒服啊。背后的话呢有一些这个 OK 官方认证的偷胶，后面的话呢这个脊椎骨的部分呢是一个类似于是应该说是履带又像脊椎骨的部分在后面啊，这个造型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了啊。那后面的背包也相对的合理，然后胸口的话呢有细节刻画的透明部件，
那么眼珠子的话呢，是黄色的透光件，有一点透光性了啊。那它的眼珠子是黄色，是点缀了旁边这些发出黄光的部分，包括它这个能量外露的这些点光的地方都是一个黄色。那我们稍微简单对比一下美版的话啊，除了紫色不同之外，在一些塑胶的原色上面也是不同的啊。整体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震荡波实验室这一款，它的涂装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看，比较华丽一些些啊。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地方裆部这里，它有加上黄色点缀，而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塑胶的圆形色。那脚趾头的话呢，它是这个是涂上了银色的漆啊，所以感觉像是真的是脚趾甲。而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类似于是鞋子的感觉。那应该说两个也都是好看啊，只是说要我选的话，我可能觉得这个颜色比较亮眼一些。那眼珠子的话，它则是一个血红色啊，那这可能有人更喜欢这个配色。当然它最大的不同是它有这些野狩猎的这些外盔甲的部分。那买的话呢，其实当年的话呢，这两款都曾经有叠过价了哦。那现在可能要回头追都不是那么容易。变形的话呢，也都是非常简单，坦克的形态也是很霸气啊。那来看一下人形的细节，头部这个有点像暴风赤红的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手臂它这里有一个弹簧，它其实有个弹簧，这边比较灵敏，这边有点小松弛，你这样抬起来，放下来的时候它应该是要弹回来的，你看到吗？好，它会自动回复回来。那手炮的话呢，一样啊，这个按下去，而且手炮的话呢，它可以转的时间会更长更久。我们把它给我把它打开，给各位需要打开看一下吗？好，它就是这个形状，好，非常的好玩。你看，以前 Voyage Class 都还有这种玩点啊。那它很可惜的是腰部没有办法转动，脚的话呢，前踢后踢没有问题，侧踢。啊，有一个虚位，而且很大的虚位啊，这是这款玩具最大的一个缺点。然后膝盖的话呢，有齿轮的关节的声音，脚踝没有接地啊，这一点比较可惜。它只有往前变形的时候，鞋尖可以往下面踩啊，但是这个对于机器人的站立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点小别扭了。它整个下盘的话，你看这个虚位这么大啊，然后这个脚的话呢，你可能就是配合一下。外摆内收之类的话去调整一下站立的 pose。 但整体来说吧，这个造型来讲还是非常的帅气啊，做工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软胶部件使用的可能多了一点点。那这一集的话呢，就算是感谢这一位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号的话呢，赠送了我这一组震荡波实验室变形金刚30周年的时候的纪念版本。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